大家好，我是 Lion。Hello，我是 Angel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一家非常独特、有特点又有趣的地下旅馆来入住。它的全名是 Wycliffe Underground Motel。为什么说它有趣呢？因为它是由纯粹的原生态的钟乳石洞改造而成的。我们进去赶快看一下它到底是哪里独特。好，让我们慢慢的往前走。可以看到，这左右两边都有这个钟乳石洞开凿出来的房间。好，我们进入这第一个房间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大概的一个结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酒店，给我们的这个风格呢是简约风，我挺喜欢。而且这个房间特别好的是，它还有另外一个打通的房间，两个房间是连在一起的。开门喽！看一下我们的房间。有点行李，所以有点乱，还有小兔子。好，下一个地点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旅馆的饭厅。记得要给我们点赞三连哦！